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？猜的而已，一般打工的学生都会选择一个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。哼，那你万一猜错了呢？也许吧，不过我想，我应该没猜错。 走吧。 很久没有在食堂吃饭了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谢谢，程之远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有事儿吗？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？ 没事儿，有什么好找的？今天食堂里和你吃饭的男人是谁？不会是新男友吧？我们才刚分手，你的速度可不要太吓人。我是你男朋友时，约你那么费劲，这不是你男朋友，怎么说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了？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出去玩玩？不行。和别人吃饭行，和我见面就不行。 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，在我没有交女朋友之前，你也别交新男朋友。凭什么？就凭你先说了喜欢我。 哎，我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饱啊？你放了罗总的鸽子，说去吃饭，现在跟我说你没吃饱。那个小朋友真买了一人份吗？小朋友？别装了，老李都跟我说了。哎，我也不怪你了啊。饿着呢。哼，还是你了解我的口味啊。哎。 这个不是给你吃的啊，别自作多情。等饭没有？哎，我说，你这不是给我的，你给谁的呀？那你别管了，反正不是给你买的，而且我就买了一人份，没你的份儿。哎，我说乔宇，你这就不对了吧？啊？啊。
你说你给某人啊送夜宵，你还只买个一人份，不买两人份的，你说你活该单身吗？那你别管，自己饿着。怎么了？良心发现啊？要给我留一点。你不太对劲儿。我饿得不太对劲儿啊。行了，一会儿给你订一份。谢了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？这次保研的机会非常难得啊，系里的很多同学都在申请，可是只有你的成绩和条件是最合适的。我现在已经准备找工作了。啊，那真太可惜了。谢谢王老师。倩倩，这有人吗？小陈还没来，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去打工吧。哎呀，今天老师话考试重点，你看看都没有好位置了，我就坐这儿吧。哎，凑什么热闹？给别人留的座。那个位置坏了，这有人吗？坐这儿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坐一块儿？你们都分手了，坐一块儿不尴尬？分手了有什么尴尬的？就是因为分手了，我们现在才跟普通朋友一样，有什么尴尬的？除非你心里有鬼，还是怎么，只能坐这儿了？老师来了，快坐下。怎么不坐最后一排去？你猜。今天人坐的这么满，我还有点不习惯了。